Freedom is the right of all sentient beings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萱萱，今天再由我来为大家介绍我们 PLU 英雄联盟频道接下来一周的节目。在周一，也就是今天，我们将为大家带来每周鲁报，本期将由好青年东哥为大家带来。正所谓每日一鲁，赛过猛虎，敬请收看每周鲁报。在11月2号，大家能够看到我们 PLU 英雄之夜栏目，当天的速成宝典将是由 WE 战队的 IF 为大家演绎一个很常见的辅助英雄情色仙女苏娜。作为现在公认的国内第一辅助，相信大家能够从 IF 的教学中学到很多。速成宝典之后呢，将是三才论战节目。本期三才论战将带来的是之前国家对抗赛的第二场，西班牙队失利之后呢，重整旗鼓，卷土重来。那这一次的结果又将如何呢？德国队是否能够顶住西班牙队的反扑呢？大家好，到时候就知道了。周四呢，就是我们的水友互动直播，当天就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领水友捉队厮杀，并且穿插有 TGA 的抽奖活动，奖品多多，想要冰龙鼠标啦、Q 币啦、手环啦、鼠标垫啦，以及 TGA 门票的同学，当天一定要记得努力灌水哟。那周五呢，将是由东哥和小米友情出演的坑爹宝典，轻松愉快的搞笑风格呢，会为你们周末带来一丝丝欢乐的气氛。周六呢，就是本周的第二期英雄之夜速成宝典中，若风将操刀卡牌大师。作为现在世界第一中单卡牌，若风表示录节目时毫无压力，轻松带走对面。三才论战节目中呢，鱼指导将继续为大家带来精妙的团战分析。本场比赛的素材呢，是两支北美强队之间的对抗 ，ETIK 对阵 CLG。那从前期到中期一气呵成的团战节奏，精彩的比赛，给力的解说，大家一定要看哦。周日呢，就是本周第二天的水友互动直播，依然有海量的奖品等着送给大家，只要你的灌水够多，奖品一定有你的一份呢。好了，本周的节目介绍就到这里了，接下来就是每周鲁报时间，大家敬请期待东哥的出场吧。